真的太赚了。他中路虐线，下路的下半部，小 V 有点危险。这边 BB 终于要打出他的身价，科伟的位置就绕到后。这边其实位置还不错哦，应该可以成功的切到对面的 Fobo， 把对面炸了回去之后，这边终于大绝，躲掉对面闪现躲掉了，还开启了鬼步。这刚刚被抢个红，现在想要抢回来，但我很怀疑啊。你真的走进来撞到会被踹死啊！他有红哎、欸，哦，这边开启大绝，旁边李信 Q 完 Q 入之后成功重击到了，还把对面击到一个差的位置。这边 Fofo 赶到过来，这边盾眼，死亡射箭出手，喇叭是疯了吗？怎么这样子玩？哇，这边直接死去，拿了一个分数在旁边的冰河裂隙过来，助无极，无极直接倒下。打对线的时候没有办法赢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抠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路。这个是很绝望的一个 gank 啊！对 ，EQ 连起来之后，唰起来，空中他有稍微扭一下，想要躲一下伤害，但是冰河裂隙缓速搞不好跳不到你的 AD 啊！这所谓早放不如晚放嘛，对不对？晚放不如早放。过来，这边开启大绝，把目标打在杰哥身上。不过这边命运呼唤，把杰哥收了回来之后，这边把布拉姆被动被打了出来。旁边小 V 状态有点差。练习，就那个 meta 脚还是要练习一下。要练习一下是？哦，这边嘉文用掉了他的 EQ。这要出事哎、欸！对面其实有机会拿掉塔之后，再拿到一个人头。这边飞车甲出手啊，这边杀有点太高，逼的喇叭开启大绝，把对面 Moni 给炸走。这边闪现 EQ 拿到这个人头之后，把小刀打了下来。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守住街亭，旁边无极赶快过来，把李信 Q1 Q2 之后上马，最扛的那一种。我心想，扛的人都是很敬佩的。要死了！这边李信 Q1 Q2。非常，这时候看一下 JT 应该会想要对下一个地图物件来做争夺。妈的，真的危险了！盾岩之后直接缴了闪现，非常果断。李信 Q1 其中命中 Q2 旁边加文进来，旁边李信其实有踢到两个人，缴了一个治愈之后把巴德祥拉了回来。这时候想开车？要开车了吗？抓到了对面的 BB， 这边 BB 有点危险哦，套了一个治愈之后往前来做追击。李信 Q1 其中命中，我旁边凝滞命运其实有晕到两个人，终于大绝 ，BB 有点残。在前方的无极血量非常的好，这个队友挡到。在上半部可以看到 Fofo 是收掉了对面的喇叭，来了，还要再清理残局。这一个 Fofo 拿到一个 double kill， 还可以拿中塔，想要把对方的辅助收掉，并且弹起 AD。他这个点是 C 好的，这个第一时间闪现我觉得他缴的是好的，但是第二波李信进场是要配合着嘉文的进场，他这个点应该就是想要让他弹到 AD 身上之后，顺便把他直接秒掉，但可惜没有收下来。然后 RG 进场之后呢，这个大局先开起来撞 AD， 但你看虚弱一下，变成他当场被反杀。然后凝滞命运金的真的漂亮，他这个点位抓完之后，再配上一个老 Q 丢出去之后，在大绝结束瞬间直接晕到两个，但可惜是完全没有抓到 Fofo 的位置，变成 Fofo 跟 BB 两个万输出，而且这个点位杰哥挡得真的太好了，他把每一发凯特连普攻都挡下来，凯特想要穿他的盾，但一直穿不过去。现在比较陷入两难局面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同一时间把两个 carry 点位抓掉情况下，对不对？哇，无限一转，直接转掉了 Alex。如果听到的话，求你隔墙在结束的时候算好时间，一个 RW 可以秒掉 AD。啊，这边李信进进去之后被撞了回来，这边大绝一炸 ，My God！ 是 Alex 逼小龙的时候打一个大型，然后这边直接开吃了。告诉你，克里斯塔的厉害，学到了上一场的教训，身上差了很多毛。打太快，打太快，打快不好，打快毛会不够多。会不够毛，这边打野惊人，旁边进场之后把伤害全部关在杰哥上面，不过没有出砍。这边巴龙不能接，不能接。接巴龙的话，你的毛会开踹，限制一言不发就开踢耶，热血开踢。哦，这边有照到对面的位置在开吃哦，不太好哦，打得太快了，这毛不一定叠得够，打得快的话毛就会叠不够，所以要打慢。哦、这边大绝又是一模一样，惊人没人，这次有车又开进来、哦、重播，难道我开始重播吗？直接把伤害全部灌在了对面身上之后，又是重播。他这边搞不好会选择来转中，不是吧？一模一样。应该说对方进攻的路线比较久。哎、欸，危险了 ，BB。好，这边凯特琳在上半部其实有点危险哦。这边球运大的一转 ，BB 是直接倒掉了。这是一个四打五。AD 对方 AD 也不在，凯特琳也不在。AD 也不在。这看维克跟球女开秀。嘉文进场之后，这边有利用奇幻旅程逃跑，这边无解位置其实保持还不错。维克特在侧边被球女限制住了，这边大绝球女其实还是扣着的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边球女大绝放掉了，这边利用奇幻旅程往旁边走，嘉文 EQ 又是逃脱。四个人头跟上一场一样的剧本，你中间也是拿一个 triple 嘛，长得很像。你看早晨被点已经超痛了，啊，这边又要过来，不过持续的被对面哦真的危险。撞的时候喇叭反而被踢了回来，这边利用主力神石帮自己队友回了一下血量之后，狙击雄心重盾。没有 C 要瞪任何的人，杰哥有点危险，这边应该可以帮挡。凝滞命运是打到危险，球女秒人了。可以看到是 PK 往后排开始做输出，这边球女大绝一转是把对面的前排给转到残血之后，剩下人
一拥而上，直接让中路的球员拿到一个 double kill。我觉得 Rage Game 在团战中一直都有拿到优势。我们先看下这波重播，喇叭第一个用肚子先挡下了第一个 Alex 的位置，但是第一波肚子不能撞到 Alex， 所以被顶了下来。 然后 Alex 就摸眼把他踢了出来，之后这个地方杰哥先承受了第一波很大的伤害，往回一拉。 因为大家想要帮他挡这个王牌射手的关系，所以变成全部被惊在里面。这个地方一卷，造成三人组一起被卷到空中，差点暴毙。找完这边往后一走之后，大绝一盖，我觉得他其实不走，反而往前盖好一点。对，他可以限制住对面后排。哦，巴龙掉了。巴龙掉了。画面一回来，巴龙已经掉了。哇，这个这角度最近会踩盘子，对，所以有点危险，拿到一个有点古巨龙。不知道有什么好换的。 来下班不来做进攻，两边持续的在做同样的事情。这边波波开启鬼步之后，小大绝盖进去，把对面 PK 打成残血，被迫下马。后面嘉文 EQ 是往后来做撤退的。哦，这边李信在一个很差的位置，李信怎么了？踢了 PK， 你这边其实有晕到哦。他没有闪现。哇，这边有点危险。这边大绝小兵是直接把他变不见，不过喇叭残血来做逃生，还有苏队神石。 在之后把中路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波。下部这波应该是正面护栏砍到，要让 Popo 到，然后打一波伤害之后把 PK 给拿下来。但其实好几次 PK 都没有倒，就他被打残了，然后下马之后赶紧用这个下马的瞬间无敌，之后拉掉位置。那这个点位李信进来之后，虽然想要踢出去，但其他队友根本没有跟上，变成他的位置长得像送头。然后刚刚侧面的这维克特一波爆发，超痛，他掉下去，喇叭差点变不见了，然后吓死了、欸。他说这个ER怎么回事？等一下。 所以这个ER是什么东西？维克特怎么，我就要死了。然后最后这个点位上面来说的话，是差一点点，三个人往中了。不过 PK 也在侧边，想开吗？考拉，看一下这边大绝开进去，哎，看一下你危险危险哦，这边有点危险，出车祸了，扛了大部分伤害。不过这个女子是顶到对面的风风，这边风风被套了一个虚弱之后，反而是小 B 承受大部分的人伤害。GG， 哇，好刺激啊！这场是无极承受大部分的伤害。追杀秀。 小 V 面对着对方的追击，能不能活下来呢？这边看一下Koala有没有办法赶快过来开一个通道给队友来做反打。这边大绝直接把Koala给收掉了。不，我问了一句，想干嘛？喇叭有点危险，小 V 脚的闪现往后来做撤退，这边小V直接倒下。车这么乱开，终于出车祸了吧？一个 Q 慢速晕墙没中，哇，这个关键技能没中。 这一波就是每一波都本来都玩得好好的，突然这一波哇都玩得不好了，整个人都不舒服了。小 V 摸摸头傻眼就死了。哇，怎么讲？我们的队友怎么都死了？哇，那游戏47分钟的时候，我们恭喜 J Team 成功把比数扳回1-1。